咁嗱，二百五嚟計咧，頭先都講過少少就係手機設備板啦。咁其實近期即係比亞迪電子係算幾強嘅個勢，因為一嚟個價即係彈翻上嚟之餘咧，動力都夠嘅，即係個 RSI 其實都係六十邊呢啲位，其實唔差。咁所以如果你話呢只，我覺得你可以做一啲比較中短期啲嘅考慮啦。譬如你呢啲位22蚊左右去買，咁其實向下真係明顯地20蚊咯。即係近呢排啱啱去到20蚊邊都係守得住。咁如果你22蚊買，20蚊走，啱啱輸一成到，其實係好 OK 嘅一個即係止蝕嘅幅度。即係只要你肯咁樣做咧，我覺得問題不大嘅。因為如果20蚊守得住，而個動力暫時都仲 OK 嘅話咧，上面未望住起碼六月份26蚊嗰啲高位，咁你而家22蚊買，上面都有4蚊博，下邊又輸2蚊。其實呢個一博二嘅直播率係好合理嘅一個即係策略啦，或者咁講。咁所以如果你純粹睇圖，我覺得可以去咁樣跟一跟，做翻個相對嘅部署。